辅助游走之后，卡莎一v一打进应该能打吧？就随便打。对啊，带个盾随便打。来了，想越上路，看一下紫卡这波怎么应对。打招掰回去拿鱼阵，然后刷 W， 哇 ，Scout 来了。怎么感觉还是能慢越？因为这个冰是有大招的，冰有大招的慢越要打。W 开出来有 Q 三 ，Knight 滑墙走下了，哎呦，这爆了呀！Scout 操作出来了，下路也凿，怎么说？上路越没越成，下路被越了，全凿了。就 BLG 喜欢打架，就是要进攻嘛。主要这个版本越上路本来就是很烂的角色啊，然后再加上上路还是个奎桑提，其实对于右边的角度来讲，这奎桑提他就算死了也无所谓。但是 BLG 这个阵容他不好去进攻下路，他就只能找中上的突破了。哎，如果这波 BLG 要越塔要遭大的，怎么说行已经来宝了，有眼看见紫卡现在塔下 W 呗，掰一个就掰一个，我打后面这还要打 BLG 不退的啊， BLG 想打主动打了，不是这凯南没大怎么打死了呀，送一个，但是掰回去掰个猪吗？我以为还要去争取别的人头的，怎么掰猪了这么稳。第四枪没中，但是无所谓，这波保下来了。然后奎桑提下去吃烂线，那这一波这只能给了吧？要打吗？杰拉大招多就好，杰拉有大，杰拉有大，没大出来，被落秒了。没闪的杰拉，怎么说？每天都有这个画面，只要有杰拉这个英雄出现，每天都有没闪的杰拉走在河道或者河道以外。就是河道靠近对面野区的位置，然后直接被对面逮住，然后就暴毙。这一波 LNG 要干的呀，直接提前 TP 了，那干嘛这猪不选择开他，落一个绕大后，泽利也在绕大后，微微怎么说动他了？来啊，弄直接开大，微微交闪，怎么说回头开个大招，温被击飞，泰坦再跟大，交了，永恩直接跟个大啊。加泰坦完美的配合，第二件直接出，这只要武进吗？还是收集者？不知道，感觉两个装备都挺好的。对，两个装备都还行，但是感觉直接无进不错。哎呦！哎，着了，这波 Scout 着了，怎么说？被电！走！最后还是凯南电死的，还不是泽利电死的。无所谓了，这波能撞二塔一头，要能把这二塔吃掉的话就很爽，600块，这得吃啊，三个人都在了。说实话，泽利的英雄设计师也挺天才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。泰坦有双招，回头挂个大交闪往后拉，还是被追，再挂给虚弱，挂给药壶，哎呦好，没死吧？还是死了，输出拉满了。哎，怎么打着打着 BLG 突然搏了？就这波了呀，这波他提前 rap 呗 ，LNG 可以直接打呀，先把龙挡了。嗯，这波打团谁赢谁就。哎呦，踢比较火，哎，踢了，好刁钻的位置。怎么说？但是正面直接被 all in， 还没看到凯南来了，喂，救救嘎拉吧！被 Scout 接大招，打得好好，打两个，再交闪拉过去，然后再有 Q3 砍两刀，砍死 Elk， 还要继续砍。Scout 被塔打死了，不是 Scout 被塔 ，Knight 被塔打死了。他被中路塔打死了。哇！我这波 Scout 是拯救了队伍吗？一个大招大中了关键人。哎，哎呦，落！哎呦！灭火走路死。那怎么说？这波龙没了，左边要大龙啊！左边一定要大龙啊！这波大龙能不能说假大龙给兵来个绕后的位置打团啊？感觉还是得打团，因为右边的人都没闪。再看视野，再找凯南位置。泽利卡莎这波真得团吧？怎么说？凯南在后面，看到了，看到凯南位置了，直接架狙开狙。这波得打团啊 ！BLG 打龙有点危，还是大龙？要打龙吗？嘎啦直接把欧文赶走，反正进的射程够长。看里面，凯南好久啊，这要被掰走了。哎，要接手吗 ？LNG 别接啊！欧文，哎，大招给骗出来了，把这个什么杰拉大给骗出来了。不是，这波要记啊，好像紫卡顶在前面的时候凯南就没有办法放大了。对，怎么说，等会儿李宁记动大龙了，左边怎么办呢？来不及了，左边要避的话这个大龙可能要掉。
真的要毙了，洛佛要毙了，熏有黄图，哎，欧文不回了。对啊，左边这现在怎么办呢？主要右边是无伤扛龙啊 ，Scout 也到了 ，Scout 也到了，就等于他没死。来了，不打五，但是左边的状态不是很好。BLG 盯的位置还可以，但是要拼惩戒抢龙，差一温想抢龙，看一下有人去找吗 ？Scout 去找差一温了，但是能扛住。哎，欧文先被秒，看一下上面差一温要被砍死了。Hello， 喂，死了，哎呀，大龙了，逐个击破了 ，LNG 好稳啊。不是，就他们处理的好稳、啊。李宁技能玩的这么好吗？那这把就是李宁技玩的比 BLG 确实玩的比 BLG 更好啊，那他就是该赢啊。把东西打出来了，这没什么爆不爆的呀、啊。这把的墙是看得见的。嗯。来了，小龙根本过不来。怎么说？啊、看一下这波李宁技的处理。LNG 应该不可能给他们拼惩戒的机会啊。对呀、啊，就肯先给你玩死了。怎么说？呜 ，Scout， 你在干什么？哎，这么贪吗？他好贪啊！我的好贪啊 ，Scout！ 他直接把卡莎给放掉了，对放生了。怎么说？他直接去找 Knight 去了，然后把人卡住，后面人把龙魂一拿，龙魂拿的瞬间还能加层盾。嗯、你看吧，就是这种处理，你如果按照之前比烂的比赛。BLG 早就到小龙了，已经在小龙那里，已经在小龙打五五了，准备拼惩了。你这个才是正确的游戏内容啊！就是你人过来了，然后你来了之后被右边这种优势的人卡住，就你优势得干事情才行啊。BLG 这把阵容也挺软的，嗯，哲力站中路。是这样的，画面是这样。你输的话，发挥没那么容易。现在其实就等着大龙就结束了，等着大龙，然后裴桑提站正面，有人去带边，哎，逮住了。裴桑提死了。你看嘛，就这种，大龙要刷了，但是不可能能让你走过来的呀。就真一点都不尬黑。一枪。如果你是一直看 LPL 看过来的，你就会发现。之前如果有这种情况，就拿 BLG 举例吧。就之前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，BLG 永远能走到别人大龙的那个位置，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正常的游戏是，如果劣势方能很轻易的走到那里，那就是优势方玩的有问题。对，你看嘛，这种就是走不过去的呀，正常就是走不过去的。但是如果 BLG 的角度，他得拼啊，就他这大龙走不过去，他也得过去啊。切换吗？切换呗，完美，哇，全是 timing。